小朋友全身玩得湿哒哒，躺在泳圈上，用手滑水，冰冰凉凉，好消暑。大人换上泳裤，和小孩一起泡在水里。南台湾热到让人冻尾条，趁着休假日，一起到户外泡水降温。哦，真的是超热的。所以说，你们这样出来玩的话，会想到第一个会想到？就玩水啊，玩水这里安全。屏东除了这个森林公园可以免费戏水，热门的消暑景点还有这里。被视为秘境的海神宫，民众搭起棚子在这边野餐边玩水，小朋友直接在水里游泳泡水套行凉。中央气象局列出高温排行榜，最高温的地方在南投高达37度，高雄甲仙区也到36.8度，台北市36.6度，屏东潮州33度，全台就像烤箱，热乎乎。对啊，其他玩水都太热了，就是要么就海神宫啊，要么就那个万安清水公园之类的。对，要在山里面比较不热。玩水民众人潮有够多，随着疫情趋缓，大家纷纷走出户外，因为这一刻消暑似乎比防疫更重要。记者林庭阳、洪富仁、黄世云，屏东报道。